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抱着一日小旅行来这边郊游的。用力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用力。因为我是都市小孩，很少接触真正的大自然。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应该是这里的环境。这边抓住这里，然后这样。那这样看起来好快哦。我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个很有能量的地方，感受到人跟土地还有动植物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紧密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开瑞。全植物饮食让我与土地亲近，与万物共生，并且活出我心目中想望的美好。今天我们来采玉米跟采茶豆。那我们可以利用玉米跟茶豆来做一道taco rice， 下面有饭啊，上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墨西哥料理啊，所以玉米跟豆子还蛮重要的。这一颗看起来很饱满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来试试看。好，用力，用力，对对对。现在其实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是绿色宝玉，他们也是譬如说不用化学肥料啊、化学农药啊、除草剂这些，但是最重要的不只是这样，它其实是要保护它的原始居民昆虫啊、鸟类啊、动植物这些，它会给它一个非常友善的栖息环境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更吸引我的。好，茶豆在这边，好，看到了啊，这边有蛮多的耶。从最底部这边把它割下来，往下扯，这样就很容易把它拔下来。就说你看这个被虫咬得好厉害哦。我们这边都不喷洒农药啊，都是有机栽培啊，虫当然都会有一些。这个应该很好吃哎，茶豆有一种芋头香。因为我是都市小孩，很少接触大自然，因为你到这边来看，他们其实是不是传统你看到的好像很厉害、很那样、很漂亮的农庄，反而是一个比较像是自然耕种。那他们也不会去赶鸟去吃他们的稻米，因为他们总觉得说，那我十分之一就让给你吃，那他也不要去赶他，因为他越赶他，他就会越饿嘛。然后他越饿，不就是要吃越多吗？所以他就是宁愿他牺牲一部分的农作，然后能保留其他的农作。Hello， 真的。茶豆跟黄豆有什么不一样？它你看它外观都是一样的，对啊，但是它就是兄弟啊，只是说茶豆它是种皮是褐色的。这边的工作人员他根本不是专职做饭的，完全不可以拿你自己多会煮饭这件事情来跟他们沟通。若雨，你帮我把那个茶豆把它剥出籽来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做 taco rice 啊，那需要有一些豆类才有蛋白质。大家会来这边吃饭的目的是你一定要当季，然后很新鲜，他们想要吃的这个，而不是要吃非常复杂东西。那您好会就地取材哦。是一定要的啊，这个农场就是老师的厨房。所以我们在设计食谱的时候，我很快就会知道说这不是我要展现我厨艺的地方，反而是要让食谱呢能够大家都看得懂，因为不会是永远都是那个人在煮饭嘛，啊，所以这个食谱一定要简单易懂，好操作，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这道菜其实它没有什么，一点都不油腻，因为它是凉拌菜。他每次来哦，就帮我们煮饭啊，对，发挥他的长才，做菜给我们吃，然后用全植物 vegan 的方式来做，也让我们场内的大家可以，去接触到新的创意的料理方式。好吃吗？有一点酸，有点酸吗？当我亲近土地的时候，它好像是一颗种子，就放在你的心上。慢慢的它就开始发芽。你觉得说，这片土地长出来的东西，在这个大自然环境下长出来的植物，才是最滋养你的身体，也才是最滋养大地的。其实你并不需要吃别的东西，全植物饮食就够了。干杯！好，我们可以往那边走了，我们把它吃完。
着赤脚，然后踩在那个很柔软的草地上，对于一个都市小孩来讲，我觉得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我忽然感觉得到我自己啊，跟着这一片土地是有所连接的，就像这个树，它跟土地有根一样。在我拥抱那棵大树，我觉得我跟那里那块土地有了归属感，会让我这个都市小孩会一直会想要再回去。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人跟土地还有动植物的关系，其实是非常的紧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老师。他从开始备课到准备，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老师需要什么帮忙吗？嗯，好啊，那你来帮我做这一份。那首先你要跟他等一样的距离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放进来，要这个在这个中间。然后他会大量的去，就是看非常多的书籍，跟上网查非常多的资料。然后呢，他自己会在家里试做非常多次。一开始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国念书嘛，你要吃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。然后再来是因为我自己读的也是跟餐饮管理有关，所以在异国料理上并不是会不熟悉。回到了台湾，嫁了人，那我就是那个要掌厨的人。我会花很多时间来看食谱，因为那是我的兴趣，而且我真的希望能把这些所学呢给我的家人吃。啊，欢迎大家来二号公寓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食谱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地瓜的比斯吉。推广蔬食一开始呢，就是我到全台走透透去教别人料理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大家学生都吃得很开心，但是回家还是不会做，所以我后来就出了第一本书，叫《妈妈的手入菜》，希望说我人没有办法到，至少大家可能看这本食谱，他可以学到一些东西。后来我还是觉得说，还是很难让大家鼓起勇气，然后进厨房，所以我就开始在我家的楼下。刚好有一个空间，我就做了二号公寓的料理教室。对，你可以把油把它搓开来，要用搓的。搓的，对，捏的，不是捏的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子搓它。哦，像搓那个龟池那一种，是不是？我收的学生非常的少，可能就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希望大家来，学习的时候有问题他就可以问，有点像手把手的教学。这样子的方式呢，他们比较不会觉得做饭是很麻烦的。对，没错没错，这样可以啊。然后我就来放在这里。好穿。凯瑞老师他做的料理就是真的很好吃，很有味道，然后不会让你说你在吃纯素的一个料理，而且他操作起来都是简单，就是你可以回家，然后就是复制出来。拿到那个讲义的时候就觉得哇，就很惊艳，就是用豆浆代替牛奶，或是没有蛋做出的那个蛋糕，我们就非常的佩服了。然后这个我们是刚刚我们自己做的那个比斯吉，然后呢还配上这个柠檬腰果这个奶酱，但它是全素的哦，它是全植物饮食，全植物的，你们都可以试试看，来。全植物饮食呢，它就是不吃含有动物性的产品，譬如说牛奶啊，牛奶就是从牛妈妈来的嘛，那鸡蛋呢就是从母鸡来的啊，蜂蜜呢因为它是从蜜蜂来的，你选择不吃它们之后，你开始要想一想，那它的替代品是什么，那你反而会觉得哇很有趣啊，很多的食材其实都可以拿来替代蛋奶，然后它们有各自的风味。开始做这个推广，我算为他开心了，因为原本就知道妈妈很喜欢做菜，然后现在他可以找到一个方法，把他的兴趣变成他的一个专业，或者是他要推广的东西，
改变台湾的风气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很伟大。你跟妹妹帮我做这个饼干，你负责放番茄，哥哥负责放 cream cheese， 然后我来做这个。我觉得我们家蛮难得是，就是从小都一直是吃家里，到高中以前吧，我都是吃妈妈带的便当。干杯。我在家里做菜还是在外面推广蔬食，表面上好像看起来就是这样，只是做菜这么简单哦。但我最想做的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，只是呢透过做菜呢这件很古老的方式来传递我想要表达的爱。我觉得料理食物呢是一个最容易打动人心也是最方便的方式。